咧，其實都所知甚少嘅。啊，咁所以我哋希望咧，係藉呢本書咧，係故事啦，同埋刻意去分析咧，黃耀祥師傅嘅整個武術體系，喺50年代到70年代咧，係點樣定型嘅。咁希望大家有興趣研究人咧，就按圖索記咧，就攞到多啲黃耀祥師傅嘅一個做法。咁另外我精選咗12至13個故事咧，以一個係電影劇本嘅形式，即係類近咧寫成嘅。